来了，兄弟们，有没有认识这是什么鱼的啊？这是世界上最懒的鱼，也叫吸盘鱼。它背部有一个吸盘，可以吸附在大型鲨鱼身上和龙船的底部。它不用游行，可以畅游大海，是不是特别神奇？有的老铁一进来没见过，也没吃过，反手就会给你一个双击，不给双击加关注看，每天赶紧。你以为你穿着吉利服我就看不见你了？这鱼叫多宝鱼，特别好吃。这鱼你要走在沙滩里，有时候你还真发现不了它，因为它的皮肤和沙子是一样的。如果你赶海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不要踩到它，不然会被它吓一跳的。有的老铁一进来就习惯性给双击了，有的老铁怎么要就不给，不给就不给，加个肉马上看我换干直播了。来了，兄弟们，你看这长得跟蜗牛一样，这是什么玩意啊？这是猫眼螺，这猫眼螺特别敏感，它只有在晚上才可以出来找东西吃，白天你是见不到它的。大家老铁吃过的扣一，没吃过的扣二。我的个妈了，这怎么还喷水了？嘿嘿，有的老铁一进来就习惯性的给双击，而有的老铁你怎么要就不给，就不给，就妈给一个呗，马上干活干。兄弟们，这人活着就得折腾，这一天就不折腾就浑身就难受。就比如说这袋子，明明用刀可以很轻松的把它打开，他非得用这古老的实木把它压开啊。袋子非常好吃，最主要吃里边的瑶柱。有的老铁一进来没吃过也没见过，反手就会给我一个双击，不给双击加关注看我马上海螺岛爆桶直播了。来了，兄弟们，最近这个沙马蟹的洞啊也倒了霉了，抓个沙马蟹费尽心思啊，又是啤酒饮料矿泉水的，应有尽有啊。嘿嘿，我今天在家里带了个芥末来啊，看他能不能出来啊，觉得能出来的扣一，出不来的扣二。咱家老铁进就进来了，帮忙给小弟双击屏幕连下加关注，今天晚上看我九点户外干。来吧，兄弟们，我今天用一个七星鳗钓一下这个发财蟹啊，我是在这地方冻了7756分钟才把它钓出来啊，这出来就出来吧，这怎么还吃上了啊？祝咱家老铁见发财蟹是双击必发财，出门就捡钱，拍摄不容易啊，能否给老弟个双击加个关注，每天带你们户外干海直播更精。来了，兄弟们啊，接上一个视频，咱把怀有身孕的梭子蟹放生，希望放生能给咱家老铁带来好运啊，认为我做得对的朋友给个双击加关注，评论个666啊，让我们双击传递正能量。进来的美女帅哥双击加关注，今晚看我12点户外赶海直播咯。啊，有老铁啊，让我再解剖一个墨鱼，说解剖墨鱼有墨就会给我双击。这不，我今天又去海鲜市场买了一条，给你们解剖一下看看啊。我的个妈嘞，嘿嘿，有墨有墨啊！那个老铁你还在不在了？双击你看着给吧。进来老铁，如果你也躺在床上玩手机，被手机砸过脸了，那么就给个双击加关注，看我今天晚上9点干。来了，兄弟们，在船上就是这样，每年夏天都是梭子蟹泛滥的时候啊，也是梭子蟹蜕壳的时候，每天都有好几百斤软壳的，我们都选择把它放生啊，希望放生能保护海洋资产，保护生态环境，从你我做起。有的老铁一进来看见这样正能量的段子，反手就会给你一个双击。来吧，兄弟们，以前用这个办法都没用啊，听说这个沙马蟹啊用鸡蛋就能灌出来，嘿嘿，今天我也来用个鸡蛋看看它能不能出来啊，觉得能出来的扣一，出不来的扣二啊。进来的帅哥美女，在你们手机还有电情况下给个双击加个关注，每天看我户外赶海直播了。来吧，兄弟们，赶海我们是专业的，抓螃蟹就更不用说了，只要见到有这样空隙的石头啊，把它搬开，用你手中的工具搂一搂它，有货有货，嘿嘿，我的妈嘞，大赤甲红两个啊。进来的老铁，在你手机不卡屏的情况下，麻烦给老弟双击屏幕连下加个关注，看我今天晚上。有没有认识这是什么鱼的啊？这叫燕子鱼，也叫罗非鱼，现在是特别少见了啊。这鱼啊，只有在下雨天气才能在水面飞行，飞行高度也就1米左右。这鱼现在是世界上唯一能在大海飞行的鱼，是不是特别漂亮？喜欢的老铁双击加关注，今天晚上看我11点半。有老铁说啊，这海蜇真的蜇人吗？是真的，我也是拼了，不戴手套解剖海蜇，到现在手还疼呢。人家叔叔阿姨解剖海蜇都戴手套，我这傻不拉几的不戴手套。如果你去海边玩耍，一定不要用手去触碰它。我的妈了，是真疼啊！进来老铁，听说对着屏幕点两下，男生不长肉，女生不长肉，双击加关注，干嘛？有老铁私信我说你用手解剖一个海蜇，我就会给你双击。这不，我今天开车100多公里，就为了拍这个视频，到现在我的手还疼呢。进来老铁，看我这么努力的风场，能不能给我1000个双击？你去海边玩耍啊，一定不要用手去触碰它，因为它会蜇人的。进来老铁，听说对着屏幕点两下，男生不长痘，女生不长肉。来，兄弟们，有没有认识这种鱼的啊？这叫大嘴鱼，也叫冠青鱼啊。看看它的牙齿，锋利的像锯齿一样啊。大嘴鱼幼稚鲜美，可以清蒸红烧，起锅烧油。嘿嘿，大家老铁有没有吃过大嘴鱼啊？吃过的扣一，没吃过的扣二啊！喜欢的给个双击加关注，每天看我。来了，兄弟们，最近这个沙马蟹洞挺火，又是啤酒饮料矿泉水的。我这省吃俭用买了瓶牙膏啊，我牙都不舍得刷，把它灌成沙马蟹，看能不能把它灌出来。觉得能出来的扣一，出不来的扣二。进来老铁，听说对着屏幕点了一下，男生不长痘，女生不长肉，双击加关注，看我马上赶海直播。来了，兄弟们，这海参正不正经我就不知道了，但是这酱油是真的。听说这个酱油啊，遇上海参，酱油就会融化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今天我在市场买了一个海参，看它能不能融化。有的老铁一进来就给你双击了，而有的老铁你就管他要，他都不给，不给就不给吧，加个关注也行，看我马上赶海直播喽。
来了，兄弟们，有没有认识这是什么的？这是猫眼螺。如果咱家老铁去市场买猫眼螺的时候，一定要把螺的水挤出来，因为它占的比例有时候比螺的本身还要重。不是每个卖螺老板都会提醒咱挤水的哟。你要是不挤啊，他会高兴坏了。老铁，你学会了吗？学会给个双击，加关注，看每天赶海直播了。这是我今天走在海鲜市场上发现一只来自澳大利亚的澳龙，当我发现它的时候已经怀孕了。首先说明一下，不是我干的，嘿嘿，我就以200米的价格买下了它，把它放成大海。我也是出于好心，不知道它能不能活。咱家老铁不要觉得我有钱，我认为赶海的该抓抓，该放放，举手之劳。咱家老铁觉得我做的对的，给我个。我的妈来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此时此刻心情太激动了。什么叫爆网？这就叫爆网。有的老铁给我发私信说，能不能发一个渔船是怎么捉梭子蟹的视频？说发了就会给我双击。这不，我今天就跟着渔船出海了，顶着大风给你们拍了这个视频。老铁看我这么努力，能不能给我1000个双击？